干嘛呢？你搬家呢？啊，离婚以后我这些东西都放我妹那儿呢，我其他都拿过来了。你要在沙家帮扎下去了，这是？啊，这不按你指示吗？我跟我娘不是在这常住吗？当然得长期住着了。我这把东西拿过来，我这换洗也方便，再说也给你种安全感嘛，是不是？就你这破烂，就还能给我安全感？不是，你破家值万贯。哎，美丽，嗯，商量个事儿呗。嗯。我这衣服能不能挂你这个柜子里？挂什么去？你就搁这里吧，没事你就那掀起来找。美丽，那太不方便，太麻烦了。再说你这柜里边有空，我看过里边还有几个空衣服撑子。哎，你什么时候看那有空还有空衣服撑子了？哦，你有一次打开柜门，我无意当中瞄了一眼。没事，别老乱瞄啊，瞄什么瞄？不是你同意吧？行不行，你挂。好，谢谢你。乱喵什么喵喵喵，猫啊喵！哎，对了，美丽啊，那个什么，我的洗头用剂就放到上面那个洗脸台上了啊。放。咱那个牙膏牙刷最好都别弄混了啊。你别给我弄混了。哎呀，放心，我肯定不会拿混的，保持好心情，好心情。雁南飞，雁南飞。雁南飞，雁南飞。哎，你能不能不老唱这一句啊？跟唱片坏了似的。雁叫声，声心欲碎。你的楼梯。